咖啡连锁巨头星巴克宣布，将在二零二二年提升价格，理由是通胀上升、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成本增加。总部位于西雅图的星巴克，分别于去年十月和今年一月两次涨价，但其首席执行官约翰逊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：“我们计划在今年剩余时间里采取额外的涨价措施。在我们筹备未来业务时，这对缓解包括通胀在内的成本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。” 约翰逊指出，奥 r o n 病例激增造成了额外的成本和人员短缺，超出了预期。由于星巴克的第三方合作伙伴面临着供货延迟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，关键商品的交付和运输也变得更加昂贵。星巴克没有透露哪些菜单选项会更贵，也没有透露涨价的幅度。这家咖啡连锁店的应用程序显示，目前在纽约市，一杯超大杯卡布奇诺的售价为五点二五元。 约翰逊称，星巴克正在以深思熟虑的方式来提高价格。该公司称，前两次提价并未削弱顾客需求。去年十二月，通胀率飙升百分之七，为四十年来的最高点。企业正在为肉类、咖啡和奶制品等关键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，并将其中一些费用转嫁给了消费者。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 （CPI），二零二一年快餐店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八。 星巴克是最新一家宣布涨价以应对不断上涨的费用的公司。上周，快餐业巨头麦当劳透露，他们在二零二一年涨价百分之六，今年计划进一步涨价，理由是生牛肉和劳动力成本飙升。星巴克二月一日公布的第一季度收益报告显示，其利润和同店销售额均低于华尔街的预期。随着越来越多的门店寻求成立工会，星巴克也面临着劳工压力。